这臭水沟，这味道也太臭了吧！ 这是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物品，这一扇门，这可以进去吗？大理石做的小球，表面很光滑，先捡上了再说。 这个大理石小球，哦，这里，啊，这个上面好像缺了一些什么，往前面走，这个球。 应当是放在这个门上面，还要东西才能打开。在地上，哦，找到一个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以为是什么有用的，它没有用吗？ 这是要干嘛？移动视角，这是要干嘛？走吧走吧，我还差一个东西，哎哎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是一碗饭，还差一样东西啊。 觉得这个肯定有什么用，刚刚应该天上会掉下来一个东西，掉下来的东西去哪儿了？哦哦哦，这个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样子是吧？ 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冷汗又下出来了。刚刚天上，这怎么掉下来一个人啊？这是子轩吗？子轩怎么掉下来了？我看一下，子轩的工作证。 对不起了，子勋。门开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九龙城寨，业主。 梁一辉，找到阿婆的家。阿婆刚刚提到的那个阿婆吗？被锁住了，这是柜子。进来吧。 孩子，这个就是阿婆。婆婆，这里发生什么了？可以帮帮我吗？
我朋友佳慧，她很不正常。年轻人，今天是7月14，鬼门大开，你们不该来这里啊。婆婆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无意冒犯，佳慧一旦恢复正常马上离开。那还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桌子上有几道黄符，你拿去。是这个吗？哎，他也是该到解脱的时候了。谁呀？每逢盂兰节的晚上8点的钟声响起，8点，他就会回到隔壁的房间，准备饭菜，等我回去。你要趁他在房间的时候，把符咒贴到大门上。记住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都千万不能开门。